巨龙汽车公司董事长吴胜文今天上午在三义工厂举行了庆祝飞凌101制造完成仪式。他说，这个车型的完成由于是我国籍的工程师自行研究设计，历经4年的时间才诞生的，所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达成了将中华民国装上自己轮子的这个心愿。飞凌101在早间还被送到英国接受刹车、爬坡、涉水、耗油、安全和测风等严格的测试，证实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汽车的水准。为了向国人郑重地推荐这部车子，巨龙公司打算让飞凌101在今年的光复节公开的展示。